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你颁个奖。啊，什么奖啊？终身成就奖。哦，的确是实至名归。那种货色都能拿奖啊？齐天大圣能给什么奖？给什么奖都好啊！好你个鬼头啊！有那么好吗？为师一个打一百几十个是很平常的事，但是我低调，我不说。我的如来神掌多厉害，因为我低调，我也不说。你好硬啊，我整条手臂都被你震断了。你们还要不要脸了？哎，请你看完再说，也请你不要捅我。不叫捅，你吹牛吹大点啊。特技镜头呢？成套戏都没特技镜头，你没说要有。不用说了，怎么会没那么沙扑啫？咁我系咁沙坡，一个都冇。我唔会相信你有咁沙坡。冇得相唔相信噶、哦，你睇埋睇多次啦，系嘛？你睇多次咪知道冇咯。我唔知道。咁你剧本写嚟冇特技镜头噶嘛？你冇特技镜头，我点会拍特技镜头咧？你哎呀，你快啲睇啦！四中电脑，一四中电脑，喂，黐咗线啦！快啲搵人嚟啦！世界。